整个事情来讲，我想是家里的事情，他跟太太跟他家人共同面对，共同去处理这事情。不过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轨。有跟我报告过哈相关的一些事情，不过我觉得啊已经有对相关的这样媒体哈大家来就说，等于就是说来澄清或者说明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应该一个机会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轨。所以是你有鼓励他说要对外讲清楚？没有，就是说整个事情来讲，我想是家里的事情，他跟太太跟他家人共同面对，共同去处理这事情。不过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轨。